可令我们抽完了啊，这个武器池到底是怎么样呢？我看下面有多少岩石，三级岩石够抽两发的，都买了啊，都买了啊，玩明白，狼的末路来，今天的运气还会那么差吗？再来一发，还出角色，我不会充太多单的，好，我不会充太多单。狼的末路，保底人，好吧，祭礼剑最垃圾的武器，第六十抽。该出了，你看我感觉该出了，该出了，六十抽出还行吧，北斗，米哈游做个人好吧，米哈游做个人，再来一个，该出了，出了，什么东西？告诉我。必须抽光，挖出俩角色，我他妈的给我来个狼的末路，来一把，来了，这把应该是了，这把应该是了，狼的，我操！我再冲一单，狼的末路，他妈的，狼的末路！哦，我去，这个你，哦，我去，二十连就出了，这把可以的，狼的，呀，终于出了，哎呀，太不容易了，我靠！哇，哪里很正常，好吧，又北斗。别限额了，一会儿我又要限额了，来保底了，雷泽，哎呦，一二三四，四把四星武器该出了，第七抽出吧，出吧，好吧，出了，看必出，好吧，你看我就感觉到了，我已经抽出感觉了啊，抽出感觉了，又是西风原点，怎么西风原点的窝，五阶西风原点，再来西风原点我就要吐了，再来一单，有没有老板来？狼的末路啊，歪了，好吧。第二十抽，二十抽，我操，第二手就出了。哎，武器池可以的，武器池有点东西，武器池。天空之翼，米哈游亏死了，亏炸了，好吧。仲云，好，不错，仲云不错。呀，又有仲云。有哪个老板想支付宝？狼老板，狼的目录五阶太难了啊！谢老板，第四十抽啊啊！仲云满命了，要，那就七十抽了，跟着七十抽去了，七十抽就八十抽。哎，果然七十抽出啊，七十抽出也行了，这是西风原点，第一本就西风原点，怕爆了，西风原点，我们十连抽又，都迷信。啊，老板这么给面子，我自己也再来一单，好吧，微信吧。哎，哎，怎么回事？谁？哪个老板？哪个老板？这是哪个老板？啊，谢谢老板。四十抽，凝光啊，不亏，变成六十去了。完了，七十抽了，七十抽不出，感觉要裂开啊。最后十连了，七十抽怎么能出？七十抽不出就保底了，哎，七十抽出了。哎，武器池还可以的，武器池的概率是可以的，是不是狼的末路呢？狼的末路，你是谁？我们再来一单，好吧，我们就最后一单了，好吧，最后一半啊，来，你抽，啊，两个子，跟着六十抽去了，啊，再抽一把保底，啊，你不抽的不行，再抽一把，还得再抽一单，我操，把这保底抽完这保底我就收手了，这就出了。啊，这个都不出啊，六十抽，下一个保底，七十抽，保底了，七十抽保底，武器池七十抽保底，角色池八十抽保底，狼的末路，狼的，那我要不要把下一个保底也抽出来呢 ？Do it, just do it， 最后一单。
我们单抽，我们现在是十三抽啊，十三抽，抽武器池好吧？保底二十一，我跟你说这么抽感觉会出问题。二十二，俩子二十三，我操！再一，重新计算，一、二、三、四。四十三，四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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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冲一单，最后最后一单，最后一单，四十四，四十五，六十四，这儿呢，六十四。六十四抽的，省了六抽。西风原点，怎么又是西风原点啊？要不要金链舞的蓝墨？要不要？怎么想？墨的，扣钱六的。当前订单已被其他微信号发起支付。你是为了故意不让我充钱吧，兄弟？好热血！狼的末路，拼了，兄弟们！好啊，今天不是米哈游死，就是我亡，就是我穷。三十抽，你开始了保底了。四十抽，兄弟们同心计时，十连。来，二十连。第三十连，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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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罪之女，哈哈哈哈，还得再刻一单，一直扫到不能复盘为止，好吧，兄弟们，狼的末路，把狼的末路刷在公屏上，狼的末路打在公屏上，完了，炸逃，保底了。该输了，来了，是不是狼的末路？是不是狼的末路？哎呀，狼的末路，还差最后一把狼的末路，这是最恐怖的，好吧？就差最后一把狼的末路的时候，最恐怖的，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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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单，好吧？第三十抽，正常，大家保一下吧。三个组，第六抽该出了，这把肯定出，是不是狼的末路？来了，我求求你，一定要出狼的末路。七经典只有一或者是五 BGM 第十抽激光在哪儿北斗第五十抽求求你了狼的末路哇最后这个保底一定要是狼的末路我们单抽好吧单抽十连，十二抽，哎呀，我抽的角色池啊！啊，我抽的角色池，看了吧，芭芭拉冲啊，雷泽，能不能抽？来吧，我不敢看，观众朋友们，我不敢看。我不敢看，我不敢看呀、啊！我抽错了吗？我接受现实，好吧，肯定要下一单的。我又点的角色是，还出金光了。
真的是最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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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奔狼岭去，奔狼岭就有狼的末路吗？啊，你就那么迷信吗？给你去奔狼岭多好吧。他抽到狼的末路，我就把显示器吃了。下一个保底了，保底，保底，狼末，狼末，狼末。我求求你，我给你磕头了，别忘了。五阶狼嘛，他抽到狼的末路，我就把显示器吃了。技嘉战术小金刚，好吗？就是我现在用的这款显示器啊，它皮儿薄馅儿厚，看了吗？这个皮儿薄馅儿厚啊，嚼起来的口感特别好，而且它这个边缘的位置呢，它还是很亲切的，对，你看咬一口。